男人点燃引线，刚要扔出炸药，却掉落在身后。男人瞬间乱了方寸，幸好他及时捡起，接着用尽全力抛出炸药。男人要炸开冰层，享受垂钓的乐趣。然而意外却又发生了，狗狗突然冲了出来，看到如骨头一样的棒棒，认为是又一次的训练，他不顾主人的呼唤，熟练的叼起炸药，便向主人飞速奔去。主人叫他不要过来，可他哪里听得懂？眼看狗狗越来越近，二人只能撒腿就跑。这一跑，狗狗更兴奋了。男人见他紧追不舍，为了保命，只能选择开枪。在子弹的驱逐下，受到惊吓的狗狗选择躲在主人的车下。眼看炸药即将被点燃，男人担心车子被炸，命令狗狗马上离开那里。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丢下炸药后撒腿溜走。见爱车落入水中，男人不顾一切冲过去，却忽略了湿滑的冰面，一头栽落水中。男人大声呼救，想寻求同伴的帮助，而赶来的同伴却踉跄倒地。在调整好姿势后，竟用枪支充当绳索，试图将男人拉上岸。可冰冷的湖水已让男人渐渐僵硬，失手扣动扳机，误伤了同伴。幸好的是并未击中要害，同伴随后便被送往医院救治。在 FBI 的帮助下，最终爱车也成功被调出。